柴犬的宝宝们已经6个月了，都看不出谁是妈妈谁是孩子了。猫粮里的水分含得比较少，今天给你们准备了营养汤哦。是不是超香啊？真是秒光盘了，空罐也要舔舔，吃完超满足的吧。赶紧给小组里太阳抱抱，给其他小伙伴也补补水吧。养猫的宝宝们记得一定不要纯喂干粮哦，记得补水。